한다고. 그럼 어떻게 다시 할까요? 처음부터? 예, 네, 오늘 거 한번 일단 배워보고 얘기하죠. 자. 지금 80기 역사상 제일 잘하시는 것 같아요. 네, 노래 소리로는 뭐 흠잡을. 대합창단이에요. 네, 대합창단이에요. 아유, 기분이 너무 좋습니다. 앞에만 나오면 힘이 부쩍부쩍 나니 제가 여러분들한테 기를 나눠드려야 되는데 여러분들이 기를 뺏는 것 같은 느낌이 들어서. 자, 재율동이 기본 동작 처음이 똑같은 경우가 많습니다. 그럼 어떻게 될까요, 기본 동작? 예. 기본 동작, 일부 동작이죠, 여기는. 자,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자, 여기까지요. 위로 한 번, 아래로 한 번,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일곱, 여덟. 예, 잘하시네요. 제가 안 하겠습니다. 봉사자들도 가만히 있고. 준비, 시작. 자, 지금 이거 하시는 여러분들의 표정이 누굴 바보로 하냐, 그것도 못 해오게 아주 예 그렇게 하시고 계시는데. 자, 그 다음 하나, 둘, 셋, 넷. 여기까지 해볼까요? 하나, 둘, 셋, 넷. 여기까지 처음부터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둘, 둘, 셋, 넷. 여기까지 너무나 쉽죠. 박수 세 번 시작. 하나, 둘, 셋. 이렇게 빨라지면 나중에 못 하세요. 자, 하나, 둘, 셋 하시고 손을 오른쪽 위로 아래 왼쪽 밑으로 쫙 벌려주시면 됩니다. 하나, 둘, 셋. 쫙. 자, 시작. 예, 좋습니다. 또 세 번 하고 한 번 또 반대로 해줘야겠죠. 시작. 하나, 둘, 셋. 쫙. 예, 세 번, 세 번 해볼까요? 시작. 하나, 둘, 셋. 하나, 둘, 셋. 쫙. 예, 세 번 하고 끝나면 영 뭐가 그 볼일 보고 밑 안 닦고 나온 기분이 드니까 두 번. 하나, 둘, 착. 하나, 둘, 착. 예, 아셨죠? 세 번, 두 번 해볼게요. 시작. 착 할 때 박수 치시는 분이 계속 나오네요, 소리가. 자, 다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착. 하나, 자, 시작. 베테랑, 예, 원래는 이 다음에 또 있기 때문에 예, 습관이 돼서 쫙 친 거예요. 두 번 하고 끝나면 좀 그러니까 한 번 또 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시작. 자, 세 번, 두 번, 한 번 번갈아 한번 해볼까요? 시작. 하나, 둘, 셋. 하나, 둘, 셋. 하나, 둘. 하나, 둘. 하나, 하나. 예, 그리고 마지막 마무리는 손가락 두 개를 딱 하셔가지고 하늘을 막 찔러주시면 되겠어요. 몸은 신나게 막 흔드셔도 되고. 자, 처음부터 여기까지 한번 노래 없이 율동만. 준비 시작. 예. 자, 봉사자들이랑 진행자 안 해도 하실 수 있으시겠어요? 아, 예. 자, 잠깐 쉬시고 준비 시작.
와. 노래 다음으로 잘하시는 게 박수 치시는 거. 아우, 처음에 이거 할 때도 박수 소리가 막 나다가 이제 박수 치기 시작하면 옳았구나. 그냥 막 예. 잘하십니다. 노래하면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아시는 노래죠? 예, 가사 다 외우시죠? 못 외우세요? 가사 이 노래 난 노래 다 안다. 가사 안 보고도 할 수 있다. 안 계십니까? 봐야 한다. 안 봐야 한다. 봐야 한다가 거의 인원수가 비슷한데 나머지 손 안 드신 분들은 진행자한테 정면 도전하시는 분들이십니까? 다시 한번 봐야 하겠다. 예, 안 봐야 하겠다. 계속 도전을 하시네. 자, 다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그럼 보고. 쉽게 빨리 받아들이는 기수가 없으셨는데 다들 머리 좋으신 분들이 오셨는지. 예, 이건 쉬워요? 뭐가 어려워요? 아, 고향의 봄보다 이게 쉬우십니까? 뭐 이게 쉽다 그러시면은 뭐 이 시간에 2절까지 가르쳐 드리는 방법밖에 없겠네요. 예, 2절을 가르쳐 드리겠습니다. 자, 2절을 가르쳐 드리겠습니다. 자, 머리. 그다음 어디? 예. 자, 한 번 더 시작. 머리, 어깨, 무릎, 발. 한 번 더. 자, 잘하시네요. 자, 이렇게 한 거는 헷갈리게 하기 위해서 예, 제가 한 거고요. 자, 머리, 짝. 어깨, 짝. 무릎, 짝. 발, 짝. 쉽죠? 이게 끝일 것 같죠? 예, 아닙니다. 머리 짝짝 어깨 다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시작. 자, 이제 한 번씩 머리 짝 어깨 짝 무릎 짝 발 짝. 쉽죠? 여기까지도 예, 다 쉬워요 사실은. 자, 두 번 한번 해보겠습니다. 시작. 머리 어깨 머리 짝, 어깨 짝, 무릎 짝. 여기 가르치면서 무릎 하시는 분은 누구세요 도대체? 너무 빨리 해서 어렵죠. 이건 쉽다 그러고 빨리 하다 보면은 나중에 골탕을 먹죠. 맨 마지막에 머리, 어깨, 무릎, 발 짝 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머리 짝, 어깨 짝, 무릎 짝, 발 짝, 머리 짝, 어깨 짝, 무릎 발 짝, 발 짝, 머리, 어깨, 무릎, 발 짝. 자, 천천히 한번 해보죠. 천천히 시작. 머리 어깨 무릎 발 머리 짝 어깨 짝 무릎 짝 발 머리 어깨 무릎 발 짝. 아직도 발 잡고 계시는 분. 자, 다시 한번. 자, 이제 제가 안 하겠습니다. 한번 보겠습니다. 시작. 열심히 헤매시다 눈이 딱 마시니까 들켰다 그러시는데.
자, 아니 시키지도 않았는데 그렇게 빨리 하시면은 나중에 어떻게 하시려고. 자, 2절 하면서 머리머리 짝짝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좀 천천히요. 진짜들 잘하십니다. 저 봉사자들하고 직원들 전체 나머지 분들 저 참가자분들께 박수 한번 쳐주십시오. 아이고, 제가 결단코 직원하고 봉사자만 시켜서 이렇게 박수 쳐드린 적은 없습니다 여태까지. 그만큼 잘하시는 거예요. 그럼 자 1절과 2절을 율동과 함께 노래 함께 같이 부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잘 보시고. 말씀은 안 드리겠는데 계속 박자 맞춰서 박수만 치시는 분이 한 분 계셔요. 그분을 불러내면은 조금 쑥스러우실 것 같아서. 자, 봉사자분들 보셨죠? 부르고 싶으신 분 다 불러내세요. 인원수 제한 없습니다. 아, 형성 씨. 네, 나오세요. 예. 몰라도 서 있는 게 쑥을 버리는데 얼마나 도움이 되는 줄 알아요? 자, 봉사자 두 분이 다 그쪽 가시니까 이쪽 분들이 되게 서운한 표정을 지금 짓고 계시거든요. 한 번씩 다 나오셨었어요? 남자들이 서가지고 좋다고들 그러고 있어요. 연습까지 하잖아요. 젊음이 좋긴 좋죠. 여기선 잘해도 상품 없으니까. 자, 다 불러내신 겁니까? 아, 고영태 선생님 나오시래요. 아빠도 나오시래요. 아빠도. 저 뒤에서 딱 지금서 고영태 선생님 그러시는 나오셔야겠습니다. 저 뒤에 저 봉사장님께서 고영태 선생님 어서 나오십시오. 자, 박수. 자, 나오셨으니까 여태까지 배운 손일이 다 해볼까요? 좋아서 웃으시는 거죠? 하나만이요? 어휴, 이 율동만 해도 두 개인데 하나만 해서 되나요? 자, 그러면은 뭐 원하시는 대로 두 가지만 하죠. 뭘 시킬까요? 아, 아까 고향의 봄 1절이 힘들다고 그러셨죠? 예, 고향의 봄 1절 한번 하시고. 왜 저를 원망하는 듯한 목소리가 자꾸 들리는 것 같네요. 자, 고향의 봄 1절을 하시고 2절까지 나왔는데 2절까지 하셔야겠네. 자,
다 같이 복습하는 의미에서 자 차렷. 시범 보이라고는 보여드려. 이러면 저는 틀려가지고 자 준비하시고. 아 저 혼자 하라고요? 따라 하신다고요? 아니 혼자 하시는 건데 혼자. 갑자기 이렇게 시켜가지고 하려니까 쑥스럽네요. 아 쑥을 버리겠습니다. 준비. 예. 자, 자 시범 잘 보여드렸으니까 저 한 대로 하셔야 됩니다. 시키셨으니까. 예, 오른쪽 한 번, 왼쪽 한 번 그렇게 하셔도 되고요. 자, 자신 있답니다. 준비. 셋, 넷, 나의 이런 쑥을 배우셔야 됩니다. 아셨습니까? 이런 쑥을 버리시는 자, 자 이제 또 해봐야죠. 지금 했던 거 내경한 듯 평화. 마시고 즐거우시죠? 예. 예, 나오신 분들과 함께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고 강의를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잘 쉬셨습니까? 아, 다들 쉬시다 好吗? 자, 오늘 아침에 今天上午呢, 我们就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进行了了解。 那么免疫系统的中心细胞呢，就是白细胞。 其中最重要的是 T 淋巴细胞。 근데 이 T 림파구는 T 림파구는 이 T 림파구는 T 림파구를 꺼내 가지고 아, 나초 T 림파가 显微镜下 자세히 관찰的话 T 림파의 요거 특징 세포들보다 就是比其他的细胞呢,在 在 T 림파의 表面 有很多的 天线 像 触角一样的 天线 무엇을 감지하는 안테나 它要接受什么信息呢 就是要接受，接受大脑分泌的各种物质的，分辨各种物质的天线。那么大脑里，大脑的功能很多，大脑分泌的物质也很多，那么分析事物，掌握道理，记忆功能，这些功能很多，但是大脑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 让我们感到幸福，有一种幸福感，要有幸福感。没有大脑的话，我们恐怕就不会有幸福感。我们为什么会有幸福感呢？因为大脑里不断的生产一种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幸福物质。脑细胞里呢？ 우리가 행복을 느끼게 하는 물질들을 생산해내는 有一道程序，就是生产让我们感到幸福的物质的生产程序。这程序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遗传大脑的细胞的遗传基因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感到啊好幸福，那么你们感到幸福的时候，这种感觉具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幸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首先。 喜悦啊，喜悦是吧？嗯，喜悦啊，一种喜悦，按耐不住的喜悦。没有这种喜悦的话，就谈不上幸福了，是吧？啊，참평안하다。啊，还有是平安。啊，如果喜悦是喜悦，但内心里有忧愁、有担心的话，那么快乐是快乐，但是有一种。 忧愁，这不是真的幸福，是吧？啊，참기쁘다。啊，喜悦。同时，内心还有平安。那么我们在啊，在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哦，你看我的腰好多了吧？我的步履轻松多了。 자, 기쁨. 大家看啊, 喜悦. 이 기쁨은 喜悦呢? 뭐가 나와서 그래요? 是大脑里分泌什么呢? 是 endorphin, 是吧? 分泌一种 激素叫 endorphin. 생산하는 유전자가. 아, 有生产 endorphin 的遗传基因程序。那么人类会感到 喜悦. 还有一种平安。 평안을 주는 느끼게 해주는 물질이 또 생산이 됩니다. 아, 还要分泌一种 세로토닌이라는 아, 分泌一种让我们感到平安的激素，就是 세로톤. 아, 세로토닌. 그다음에 이제 무슨 물질이 있냐면 아, 기쁘기도 하고. 평안하기도 한데 잠을 못 자겠다. 那么, 이것도 별로, 아, 별로 행복한 거 아니에요. 그렇죠? 喜悦, 아, 平安有了，但是晚上睡不着觉。那么，这也是不好的，是吧？就是让我们能够熟睡。这种物质叫什么？ 멜라토닌. 아, 叫 멜라토닌. 우리 중국 사람들을 위해서 영어로 좀 씁시다. 아, 为了我们 中国的观众呢，我们用英文把这些物质标写一下，好不好？叫 endorphin， 还有 serotonin， 还有 melatonin，
아이그거아멜라토닌그다음에야이거기쁘기도하고평안하기도하고잠도잘자요既有喜悦又有平安，晚上还能睡得很踏实。아직도뭐가만족하지않다但是内心当中呢，还有一点，美中不足。아직도백평짜리에우리가못산다아就是说我的房子还有点太小了，能住上一百平以上的房子就好了。就是没有满足感，满足感。이게완전한행복이아닙니다만족감이없을때만족감是满足感。因为什么呢 ？CCK 라는물질이那么有一种物质叫 CCK。CCK。콜레시스토카이닌이라고부르는물질인데嗯，叫 CCK 的物质。여러분뭐그가그렇게아你们这是专业术语呢，不必有过多的负担啊。나와야만족합니다那么这种CCK 分泌出来，我们才会有一种满足感。啊，即便我开的是一个大发，我也会很开心啊，这种满足感。이런만족감그다음에 CCK 그다음에이제还有呢？뭐가있냐고하면은이로맨틱하다让我们感到一种浪漫色彩的那种浪漫情绪的。基础啊，跟那个人在一起啊，身上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啊啊，亲爱的啊，像这样表白啊，只要那个人望我一眼啊，就感觉浑身站立啊，搭个扇儿就觉得浑身触电的感觉，让我感到这种感觉的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多巴。多巴。자다섯가지했죠多巴胺。五种物质了是吧？그느낌이상당히뭐요那么幸福这种感觉呢，是非常高层次的一种感觉感受，是吧？那么这些物质、这些感受综合在一起，才叫什么？才叫幸福啊！这种感觉是让我们很恍惚的。那么这些幸福当中的最高的幸福感是什么呢？那么用什么也不跟他换的那种幸福感是什么呢？用什么也换不来的这种幸福感是什么呢？这幸福感就是就是爱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深的时候，这种感觉 和浪漫不一样。当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啊，那种母爱啊，虽然很痛，但是那种幸福感已经让他忘却了那种痛苦，是吧？那个时候什么房子小啊，没有钱，这些并不妨碍他这种幸福感啊。没钱也好，没车也好，感到一种真正的幸福。啊，这个时候感到的幸福感叫一切感，一体感。你和我是一体的，你和我是一体的。当我们感受到物我之间再无隔阂，我们物我之间没有区别的那种一体感的时候，这种感觉是最至高的幸福感。肚子饿也没关系啊，没有钱也没关系，我们是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啊，这种一体感呢？所以说，我们韩国人基本上我们的期盼就是统一一体，成为一体，是吧？我估计韩半岛统一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好了，那么这种一体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体感，这一体感里面呢，
나는너를위하여모든것을뭐요바치겠다심지어무엇까지도바치겠다为对方啊、为了自己所爱的对方呢，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啊，就是敢于赴汤蹈火、啊、这种牺牲精神啊，这一体卡里有牺牲精神，为爱牺牲一切的牺牲精神。那么你们不会因为喜悦就付出生命是吧？那么为了对方自己的所爱，愿将自己的一切啊毫无顾忌的献出，这种牺牲真心。就是幸福的极点，幸福感的极点。所以呢，当我们能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自身的时候，进入这种无我的状态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但是在进入这种一体感之前，我们会感到幸福，但是幸福感呢，是有条件的，是受局限的，是吧？啊，我为一个我所爱的人能够付出一切，能够进入无我忘我的境界，这时候我们才会感到最大的幸福。那么让我们感到一体感的脑激素叫什么呢？ Oxytocin。 那么母亲生下孩子以后呢，母亲的脑细胞里就会奥西多辛一种催产素是吧？那么上帝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用生命的气息把生产奥西多辛的遗传基因激活，因为上帝已经创造了这样的生命程序让母亲感到什么呢？让母亲因为孩子感到幸福。如果因为孩子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没有幸福感的话，那谁还愿意生小孩子呢？那么对孩子如果没有母爱的话，这个孩子将来也是个成大问题是吧？所以呢，上帝既然让母亲生下了孩子，就要让母亲感到无比的幸福，为这个孩子呢要献出他的一切是吧？这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程序，上帝激活了母亲大脑里的生产这种奥西托辛催产素的激素的生命程序。那么孩子就是母亲的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吧？有母亲的遗传基因，有母亲的血，有母亲的肉是吧？他们分享同一血管里的流动的血液，在母体里怀胎十月，这才是你和我是什么？是一体的。这种爱，这种情形啊，就会产生一种一体感的幸福感，一体的幸福感。那么在圣经里呢，圣经里也有这样的场面，就是让人类在这种一体感一体的情况下感到 至高无上的幸福的那种场面啊。没学过圣经不太了解是吧？创世纪一章，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呢，上帝用尘土造人。我们看创世纪上帝用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尘土造人，然后用生气吹进他的鼻子里，那么造成了人是吧？然后将生气，生命的气息，哇，大家看到了吧？在这里这个生气是指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우리한국말성경이거는수능터리로번역했어요성경이아니고사람이살아있는사람이됐더라이말입니다 living being 아就是成为活着的人但是这个活着的 人里面呢有上帝的灵有灵的活人그렇죠 living being 成为英文圣经说是 living being 就是说活着的存在그러니까那么上帝将他的生命的气息吹入人的鼻孔以前呢他只不过是一把什么就像还没有接通电源的电视机一样、啊、结构有了但是没有毫无生机但是将生命的气息吹进这个、人体人以后呢啊他就活了是吧就出现很多的功能了啊、会体现出反应啊，上帝啊，会笑会反应那么这个时候上帝所感受创造生命的创造者所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一体感是吧啊，你是我的钟爱的儿子、啊、在这瞬间上帝所感到的喜悦是何等的大呢그다음에여기서생기를어떻게해요그코에불넣으시니上帝将 生气吹进了他的鼻孔里那么从圣经的角度理解 生命的气息呢是从上帝的哪里出来的呢从他的嘴里吹出来了是吧입으로부터나오는데불을넣었다고하면어디부터나온거요那么从从吹出来的话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上帝的里面吹出来的那么生命的气息呢这个圣经这本书啊真是奇妙无比生命的气息呢就是从上帝的哪里出来里面出 涌出来从上帝的里面通过他的嘴吹出来的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여러분인공호흡한다고생각아你们想象一下做人工呼吸，然后一个人休克，心脏麻痹了。뭐를불어넣어야돼你们要给他吹进什么？공기를불어넣어아吹进空气是吧？그내가숨을쉬어가지고然后我把气吸足了，然后吹到这个人的嘴里。这就是人工呼吸。그래서그코로불어넣는다예코로불어넣어야돼아吹进鼻子里是吧啊就是让他重新获得生命的气息啊上帝就是把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就是什么就是把他的生命的信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力量通过他的嘴那么通过嘴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嘴呢我们就是什么就是道啊、就是说出来、啊、所以就产生了什么太初就有了道上帝的道、嗯、进入哪里进入人体里面进入人体的细胞里面镌刻在遗传基因里、啊、遗传基因里被输入了上帝的指令上帝的程序就成了什么按照上帝的指令运作的活着的存在这就是圣经对人的定义啊，很棒吧啊，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一把尘土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上帝看着这个有灵的活人是何等的喜悦呢那么啊、上帝呢在创造人以前没有爱的对象是吧是一个孤独的上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且造男造女给他们祝福让他们生育繁衍充满这地让他们征服这地让他们统御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生物
하나님이그지으신뭐예요아上帝看着自己所造的一切뭐요심히아十分喜悦不是一般的高兴不是一般的喜悦是非常的喜悦甚是满足啊这个时候奥西特心那么创造人以前呢上帝没有说甚好而说只是好但是创造了人就说上帝的爱的对象以后那么上帝说啊十分的好甚好就说明奥西托辛分泌出来了有异体感因为你和我之间有异体感那么按照谁的形象照的呢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照的你和我之间是异体、啊、生命的异体所以呢他说甚好那么这是上帝感到甚好的情形那么人感到甚好的情形感到十分喜悦幸福就是上帝创造了夏娃的时候抽出一根亚当的一个肋骨是吧那么黄宇锡教授呢 他说他能做什么他能做干细胞是吧那么干细胞用来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复制生命因为干细胞是可以发展成任何器官的细胞所以上帝创造了亚当以后呢只要抽出一根什么就可以抽出一个干细胞就可以复制出生命来是吧那么这个干细胞藏在哪里、啊、就在肋骨里是吧、啊、大家鼓掌那么干细胞呢就藏在骨里面不是任何骨子里面都有干细胞啊，这些大的骨头里面有在这个扁的骨头里头圆骨里面有扁骨里有在做骨髓检查的时候呢啊，要增吃那些扁骨啊，做骨髓检查的时候一般都扎哪谁做过骨髓检查没有吗用长长的针头呢、啊、刺进身体里一般刺胸前胸刺这个扁胸前的扁的前胸再不就刺哪儿刺腰椎是吧腰椎也是扁扁的啊扁扁的骨头这样一层一层垒起来所以头盖骨腰椎还有这个骨盆骨还有腰椎骨还有胸骨肋骨肋骨是一个很扁的 骨头是吧所以你们啃过骨头知道是吧那么在这种骨头当中如果上帝取的是头盖骨的话那就麻烦了是吧还有呢啊如果呢如果取出啊椎骨或者是盆骨的话啊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吧那么最安全的就是肋骨啊肋骨可以再长出来所以上帝取的是什么取出干细胞为了取出干细胞就取了什么肋骨所以就造出了和夏亚当同样遗传基因的、人就是夏娃所以大家看圣经经文创世纪是耶和华上帝说人独处是不好的人独处是不好的要互相要有一个爱的 对象那么没有爱的对象是不好的我要 为他们造什么我要 为他造帮助他的配偶上帝用
啊，这段省略掉。그다음에让上帝让亚当进入沉睡，然后取出一根肋骨，用肉贴满，然后用从亚当里取出来的肋骨照了夏娃，然后把他领到亚当的前面。亚当说：“这是我，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这一瞬间就是什么？这一瞬间就是什么瞬间？就是母亲怀抱自己生产的孩子，说啊，你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骨头，你就是我身上的肉。这就是感受什么？感受一体感的这种幸福感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没有你我的区分。这是非常令人激动、非常美丽的瞬间。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真的。当新娘啊被父亲牵着手走进礼堂的时候，你要说啊，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的时候，啊，这样的新郎肯定是个很幸福的新郎，是吧？所以呢，这一场面呢，就是大量分泌 oxytocin 的催产素的场面。你和我之间，其实就是亚当的啊，肉中之肉，骨中之骨哈、啊，因为他继承了他的遗传基因。所以呢，所以我们称配偶为我的另一半。啊，那么我的另一半在哪儿呢？啊，那么我们经常啊，我是老伴儿，老伴儿嘛，这一半儿就是我的另一半儿的意思，是吧？所以组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细胞，皮肤细胞、肝细胞、肌肉细胞，我们把它称为体细胞。体细胞呢？성세포있죠성세포는남자에게는정자요여자에게는뭐요那么、体细胞呢都是完整的，但是男子的精子和女子的卵子呢是一半一半的细胞， 半个细胞，这两个半个细胞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 整个的细胞。那么男子的精子呢要离开 男人的身体，所以男的要离开父母、啊、精子呢要离开母体，离开父母，정자는부모를떠나가지고남자와要和 卵子结合，和女的结合。这种生命繁衍的规律已经由创造主啊预定好了，就是创造主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呢，创造主在这里创造了什么呢？创造了性，创造了什么？创造了结婚制度、家庭制度。那么结婚呢，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相爱的基础上结合为一体的过程。那么这一瞬间，这个男人处于什么状态呢？是全身上下一丝不挂的赤裸的状态。那么亚当和夏娃呢，两个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但却不知羞愧、只感到什么、只感到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为什么？因为没有你我之分，是吧？这是罪恶介入人类之前非常天真、非常单纯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是吧？没有邪念啊，没有你我之分。那么，当人们罪恶介入以后呢？人们开始怎么样？开始遮羞了。遮羞意味着你我之间开始有区分了，意识到你和我了。啊，有邪念了。진짜하나님이남자와여자를창조하고두사람이어떻게되라고요上帝创造一男一女，让他们成为一体。啊，就是让他们通过性成为一体，是吧？섹스를하면서최종적으로느끼는것을극치감이라고那么通过
性生活感到的那种快乐的极点叫性高潮。那么当时他们啊感到性高潮的最高潮的时候所分泌的大脑中分泌的物质就叫奥西托辛。所以造物主创造人就是要让人在幸福感中生活。啊，你们没有感觉到有些奇怪吗？为什么上帝会这样造呢？上帝为什么会这样计划呢？没有这种想法吗？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可以看到，本来不是没有男女的区分是吧？本来就是人，本来就是个人。啊，从人里头抽出了女性，阴阳分，从无极到太极，从太极到阴阳。那么男的自己女的自己啊，这两个已经不再是什么完整的一体了，而是完整的一体的一半了。只有当这两个结合成一起的时候才会怎么样，才会重新恢复完整啊，这个时候才会有一体感啊，才有一体感。那么在一体感下的幸福感才是什么？这就是男女之间性生活的目的，是吧？身心高度的成为一体的过程。那么一分为二，这二重新再合为一，这个过程就是幸福的过程啊！大家在这里是不是感受到什么更大的计划呢？更大的意义呢？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啊，何必让一分为二，二再合为一呢？这就是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预见到了罪恶会介入这个人类，这个星球。那么罪的介入就意味着什么？人和上帝之间的分离。因为上帝已经赋予了人类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个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什么样的势力？存在了恶的势力，邪恶的势力。嗯，这个罪恶的势力呢？罪恶存在的地方呢？啊，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类自打诞生的那一天起，已经被各种妖魔鬼怪以这种邪恶势力所包围着，那么上帝就要保护他们。如果人类犯罪堕落和上帝分离的话，那么人类要是认为分离的状态是正常的话，那就大事不好了，是吧？所以就告诉他们重新什么，重新二合为一啊，这是人类的归宿。为了让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总有一天你们要恢复和上帝合而为一的过程啊，让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上帝特意安排了人，使人一分为二，再由二合为一，就是创造主与被造物之间的联合，就我们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这就是幸福的极点。在我们的人生里呢，性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不能把它单纯的只认为性爱的快乐的工具，性爱不是快乐的工具啊，性爱有性爱的目的，创造主创造性爱的目的。所以性啊，性这个词啊，它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概念啊。你们看中国的汉字啊，是真的十分了不起的文字。你看一个竖心，然后再加一个生啊，生存生活生命的生，
这就不是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性是吧就是你的心마음과마음이연합해서뭐요哦心与心相结合那么生命生命才会生生不息是吧그렇죠성이라는것은性是什么하나님이만들었을就是新生是你的心是活着的不是麻木不仁的对生命有感应有感动那么两个心与心感而为一这个时候生命就会诞生是吧那么人类呢却把它污染了堕落了玷污了把它作为快乐的工具只要我们通过这个汉字就可以对性的概念呢有一个很正确的把握啊，就是两颗相爱的心热爱生命的心啊，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这种爱之心啊，相撞那么就有生命诞生啊，这就是性是吧啊，明白了吧啊，这是多么让人惊讶的发现可是最近呢这个性呢大家看新闻是吧、女高中生为了赚零花钱做搞卖淫是吧爱没有必要、无需爱那么睡一晚上你给我多少钱是吗这样高贵的创造生命的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体验最高幸福的这种性呢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变成了什么快乐的工具那么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呢人们的身体就会变成什么就快变成快乐的工具快乐的奴隶、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变得空虚人就变得抑郁所以呢大家要知道那么不要有淫念不要奸淫不要行淫那么行淫就意味着什么让我这样高贵的上帝的旨意沦为什么沦为快乐的工具快乐的奴隶是吧不要把你们作践了圣经是十分深奥的是吧所以呢你们看圣经亚当与他的妻子夏娃同寝那么我查了一下他的原文那么原文希伯来语叫同寝叫亚达那么同寝、那么用原语就是亚当与夏娃两个人、进行了亚达那么亚达这个原语大家先记在心里那么圣经里的还有、强奸的场面암논이오빠가여동생을강간한장면그이복여동생암논이그누이동생다말을那么亚嫩呢다말과동침하니亚嫩呢强奸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么韩文中文都是同寝原文都是同寝但是呢不是亚达这个词而是用了另外一个词夏卡布用了夏卡布这一词这是什么就是快乐的放纵快乐的工具那么圣经呢是圣经是一点都不含糊的那么真正的快乐快乐的纯正的快乐在哪里呢就在亚达的过程里是吧所以呢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么明白这个道理的使徒保罗呢在以弗所书是这样记录的
자이름으로사람이부모를떠나所以父人要离开父母，要和妻子合而为一，成为一体。这秘密是何等深奥！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是吧？我指的就是。我指的就是基督与教会的联合。是吧？那么上帝与人类的合而为一，就是天人合一的事情，是个极大的奥秘，是天机，是吧？所以呢，性呢，圣经说的圣性呢，为什么在开篇第一章就写性的创造，是吧？所以孔子也讲，《论语》里头也讲说食色性，是吧？所以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呢，就是两个生命合而为一的过程，就是罪人和创造生命的创造者重新合而为一的那种感受，让我们感受这种合而为一的感觉是何等的喜悦。那么就是夫妻通过性生活要感受到的感觉，对吧？但是性生活里如果没有了这种意义的话，那么性生活到底和动物的交尾有什么区别呢？人和男人和女人之间通过性生活性交就有点没人味了，是吧？就降到了什么层次，和畜生没什么两样。所以上帝和创造人类的创造者分离的话，那么就感到羞耻，是吧？一旦我们有罪恶感，我们就有蒙羞感、羞耻感。明白什么道理了吧？现在的人类啊，连羞耻感都没有了。那么真正在上帝里面呢，如果真的爱对方的话，真的相爱的夫妻之间，那么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一点都没有羞耻感，是吧？是很放得开的。所以大家要真正的学习圣经，体会圣经，圣经里边就有这样深奥的生命道理，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迎刃而解。所以呢，在你们里边今后呢，要通过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找回什么生命的真意义啊。后边你太太满脸笑容。我经常被人问及这样的问题。我是个身患癌症的人，说性生活会不会对我不易，可不可以呢？行房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行房啊，只要是懂得这种性爱的生命真理。那么就是为了让对方愉悦，为对方服务，为对方献身，这才是什么性爱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就像侍奉主一样啊，就像和上帝合而为一一样，和自己的配偶合而为一，这种感觉才会是相互鼓足生命气息的性生活。所以说妻子要爱自己的丈夫，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经常给人进行咨询。那么这个男的呢，对性生活呢毫无兴趣就像是施暴一样强制的发生性关系。那么心和心之间没有任何的交融，只有身体的接触，是吧？即便是夫妻之间，这也不是正常的性生活。所以呢丈夫啊，要爱妻子，要像什么？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献身，为他服侍要精心的爱呵护他。
如果大家真的真正的会进行性生活的时候，那么对大家健康是有助的，那么 endorphin serotonin 这样对人体好的激素都会分泌出来，最后这个奥西托辛还会怎么样分泌出来，强烈的感受到异性。如果花钱没有这种心与心的交融的话，会不会有奥西托辛分泌呢？不会有的。啊，好啊，一时的快乐是吧，一时的放纵啊，只有排泄的快乐是吧，就像尿憋的实在憋不住，然后放出一泡尿那种感觉，仅此而已，还不如那个是吧。那么我们的身体里分泌奥西托辛，那么在这种高潮当中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一体感的这种幸福啊，这就是我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你我之间再没有什么你我之分了啊，这种感觉，这种一体感啊，才是真正的幸福是吧。所以呢，这种幸福的物质，六种幸福物质一下子从大脑里生产出来，那么造物主呢已经设计好了要让我们怎么样感到幸福，已经编好了幸福程序。那么我现在念手给你们提一个问题，造物主这样精心为我们设计了幸福的程序，那么造物主是爱我们的还是不爱我们的？那么答案很明确，他是爱我们的是吧，他不爱我们的话，你们幸福不幸福与我无关是吧，爱怎么地，爱死不爱不死我不管。但是造物主呢创造了人类以后啊，为了让我们幸福，他绞尽了脑汁，他动员了一切能动员的方法，在遗传基因里设计了一道精密的精细的啊遗传基因的程序，幸福程序啊。那么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和我们和创造我们生命的创造主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至高无上的幸福，这是我们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旨意啊。啊，一想到这些大家不感到兴奋吗？这就叫真理，美丽不美丽啊？啊，是美丽的，是真理，是充满感激的，是真的，是善的，是美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行淫是吧，淫行行淫是没有爱，把自身作为一种追求快乐的工具啊。那么汉字的淫字啊，淫乱的淫字，啊，音字什么？这音字什么意思呢？도리에맞지않는이라는뜻이啊，就是不合乎道理的。是我们说江南淫语，就说超过了限度，是吧？성이아니야。你一生爱一个女人就够了，但是你爱妻子以外的女人。啊，这就是淫，是吧？没有真心，不合道理，这叫淫。那么性这个词呢，是非常非常高尚的一个词。现在这个性呢，那么性和淫没什么区别了。那么人们对性这个概念已经完全被扭曲模糊了。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大家要重新找回性，重新找回真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恢复真理啊，恢复真心。所以呢，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 T 淋巴呢，就看这张图，上午我们已经看过了是吧，啊，这是非常
非常充实的 T 淋巴，在这个 T 淋巴的表面呢，有很多像触角一样的，触角一样的啊，触角一样的天线，它能感知到我们体内分泌的所有的幸福物质。这种幸福物质分泌的越多，生产的越多 ，T 淋巴啊就来劲了，是吧？就变得很强壮。所以呢？创造主在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呢，让我们越感到幸福健康，就怎么样，就越好，是吧？这就是上创造主创造生命的旨意。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什么时候最强壮呢？就是我们幸福的时候，越幸福抵抗力就越强。当你们听到这样新起点的好的讲义内容，明白了道理啊，鼓掌感谢感激的时候啊，你们的 T 淋巴就变得很强壮了，免疫就增强了，是吧？啊，那么 T 淋巴呢，就是这样对大脑生产的各种幸福物质呢，做很敏感的很精细的反应，是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说有些科学家把 T 淋巴称之为什么呢？是游离在人体的细胞内的脑细胞啊，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情绪直接的啊起反应的这种关系。那么，所以这种敏感性呢，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会产生一种啊。后天免疫丧失症。T 淋巴呢受你的思想的控制，那么 T 淋巴呢这种反应的程度更敏感更激烈，是吧？当这个 T 淋巴呢不光对遗传基因的程序遗传基因做反应，对大脑生产的各种物质呢做直接反应的这种敏感的天线。所以呢 T 淋巴呢有时候敏感过度性格就会突变。那么 T 淋巴原先呢是为了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而被造的，但是 T 淋巴呢会变质，它不是分不清敌我了，反而攻击我们这种病呢叫免疫丧失症，英语叫 autoimmune。그자가면역병에는종류가많습니다 T 임파구가변질됐다는차원에서는다같은병들이요병들인데이변질된 T 임파구가어디를가서공격을하느냐에따라서변질的这个变质的这个 T 淋巴呢分不清敌我了那么它攻击的部位不同，那么在女性当中最爱攻击的就是什么？就是甲状腺。那么甲状腺就会产生炎症。那么炎症会产生出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 ？T 淋巴攻击这种甲状腺的话，甲状腺。让甲状腺激素呢分泌的更多，就甲亢，我们所说的甲亢，就变得什么？甲状腺激素做的是什么？让人们行动很敏捷，是吧？那么就失眠，是吧？躁动不安，就是能量消耗就大，所以肚子经常的饿，所以总是贪食。因为能量消耗过快，所以身体变得就非常瘦小。这叫甲亢症。身体这样，手也会哆嗦。
갑상선기능저하증이라那么相反还有一种甲状甲亢还有一个甲状腺分泌过少引起的疾病是吧那么 T 淋巴进入甲状腺里然后遏制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疾病到关节攻击关节的话就容易得风湿性关节炎攻击眼睛的话就容易得眼睛的视网膜呢就会产生炎症产生视网膜炎视神经炎눈에가서뒤에눈에막막에가면은모세혈관들이많잖아요因为视网膜里有很多毛细血管티인파고모세혈관또破坏毛细血管还有异位性皮肤病이변질된티인파고가都是这些发生病变的 T 淋巴呢来攻击自己的皮肤그래서스테로이드라는약을줍니다那么大夫就会给你下一个 steroid 的处方这种处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杀死 T 淋巴的药物那么这些T 淋巴被杀死以后呢皮肤暂时好像恢复了正常但是这种因免疫系统发生错乱的疾病呢不会得到根治要想得到根治的话就让这些发生病变的 T 淋巴使其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才能得到根治那么它攻击变质的 T 淋巴攻击我们的 肾小球的话就会发生什么免疫性肾衰竭症或者肾小球症所以毛根细胞啊头发的毛根细胞啊攻击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就会什么圆形秃头症各种疾病攻击肺的话就会产生什么病攻击肝脏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病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各个器官有时候攻击我们的泪腺使眼睛变得很干燥是吧这些都是因为 自家免疫系统那么唾液腺攻击唾液腺以后无法分泌唾液所以呢只能经常的喝水一点一点的喝水所以呢所有的疾病甚至那些我们还无法诊断的一些疾病呢其原因都是由统称为什么我是免疫丧失症丧失引起的疾病还有帕金森氏疾病帕金森氏病呢这个病呢也是 非常值得研究的病那么帕金森氏疾病特点是什么你们看到全忘阿里了是吧特点就是肌肉不断抽搐是吧肌肉发僵从哪儿开始发僵呢从表情开始发僵过去是满面笑容得了帕金森病以后笑吧笑不出来自己在笑但是表情呢毫无变化表情僵硬那么慢慢身体 四肢开始发僵过去跳舞跳得很好跳舞吧变得跟木头人一样什么出了故障就是大脑不再分泌多方面多方面分泌的多的话就会感到什么感到浪漫是吧那么浪漫的人是很温柔的那么这个温柔没有了身体变得怎么样很僵硬那么浪漫的人一般都是多方面分泌多的人心也变得很柔动作也变得很柔那么为什么不分泌多方面了呢正是因为这个 T 淋巴发生了变故是吧那么 T 淋巴来到大脑里然后把生产多方面的程序呢都给打破了打坏了所以多方面就无法生产了所以这种免疫丧失症呢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그러면여러분자가면역병은결국나의생각에따라서那么这种
免疫性疾病呢，正是由于我的念想，我的想法让 T 淋巴发生了变质，让它行为异常，敌我不分啊，发生的疾病是吧？那么结果呢，这种免疫性疾病呢，原来 T 淋巴是为了保护我而被造出来的是吧？里面的程序呢都是保护我的程序，但是它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对变，因为我的旨意，我的命令，一些歪曲的命令，使得 T 淋巴的保护我的命令发生了对变。那么原先为了保护我的生命程序呢，却变成了攻击我的啊敌对的T 细胞。那么什么样的念想会让我们的 T 细胞发生这样的对变呢？到底是什么思想呢，让保护我的 T 细胞却变成了什么破坏我的生命的 T 细胞呢？什么样的念头啊，大家都知道，大家每天都做这样的思想是吧？顺手拈来啊，应该。啊，活着没劲，这么活着都不如死掉，心灰意冷。那么 T 淋巴说：“啊，我的主人都不想活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活头呢？是吧？啊，那么我们主人想死，那么我们帮他快点死吧。”啊 ，T 淋巴对主人的信息做反应，是吧？那么免疫系统的疾病呢，男的一般不容易得，男人也有患免疫性疾病的人，但是女性有点像女性化了，男性得内向很乖顺很敏感，这样的性格的人容易得。像我这样性格的人就很不容易得。过去的我啊，可能我也可能得免疫性疾病了。过去我很内向，很腼腆。那么，蒙这个新起点运动的福啊，我现在变得很大方了，是吧？那些心地善良的人啊，与其攻击别人，就不如什么自己受攻击了。啊，凡事都揽在自己身上，都是我的错。那这样的话，那么内心呢就得不到平衡。啊，在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里，你想做一个善人啊，就很难。比如说啊，受人家表扬的人啊，说啊，你看那家的媳妇儿啊，多好啊，多善良啊，多能干呐，啊，你们家有这样的媳妇，那该多好啊！大家都来表扬你。那么想坏也坏不了，因为大家的表扬已经铸就了你。啊，那么那些泼妇们呢？啊，打电话说把自己的牢骚啊都骂出来，都倾泻出来。那是因为我是个乖媳妇儿，我是个好媳妇儿，所以我不能说出来，是口是心非了。是，哎，我的婆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啊，这样口是心非，心里呢却怎么样？啊，心里已经都啊，内心已经成了一把灰。那么根据性格哈，得病的结果都不一样，得癌症。得免疫性系统的疾病，还有自己做错的事情却蛮不讲理啊，猪八戒倒打一耙这样蛮横无理啊，这样的人容易得什么病呢？他们不得癌症，还有这个免疫性系统的疾病，得什么高血压、中风这样的疾病是归他们的。那么啊，想死，活着没意思，心灰意冷。
이런것을느낄때아当我们感受到这样的感情，还有自责的人，啊，양심적인사람啊，十分良心十分敏感。다른사람들은뭐그정도잘못해놓고뭐아大家犯这点错误，啊就什么，就一带而过了，而自己呢却、啊、后悔不迭，是吧？哎，那个时候我要这样就好了。那个人听了我这样说，那他该多难受啊！自己折磨自己，自己折磨自己啊，就觉得活着很累，是吧？这样的人呢？啊，自责甚至自虐啊，这样的人呢，容易得免疫系统的疾病。참이사람들은착한사람들이요아这些人都是好人제가아는환자중에이런분이있었어요아我认识的患者当中有个这样的人성당에댕기는아他是个天主教信徒참이쁜처녀인데是一个啊非常贤惠善良而且漂亮的총각한테天主教信徒반해버렸어那么他看上了啊、同一个教堂里的、青年男子，这个青年男子呢是一个老小伙，小伙子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是个老小伙。他为什么岁数这么大没能结婚呢？正是因为他的妈妈啊，他的妈妈有点隔路啊，把姑娘送到他家做儿媳妇的话，那没个好。所以呢，看小伙本人是十分好，但是一看到小伙子的妈妈啊。那么这些姑娘的妈妈都不愿意把姑娘嫁过去。처녀이름이안젤라요那么这个女孩子名叫安吉拉。安吉拉是什么意思呢？安吉拉라는이름은天使的意思是吧？그성당안에서천사요啊，那么在教堂里，她也是个像个天使一样啊，很有信心。那么服务心也很好，很有热心。那么谁都夸安吉拉。但是这个安吉拉就看上了这个老小伙。那么这个老小伙呢，非常喜欢这个安吉拉。所以这两个人呢，安吉拉的家里呢，啊，说不行了，你到他们家去，那你是死定了，是吧？你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不行，我们不能同意这门婚事。他说，我要用我的爱心感化我的婆婆，让她成为。信靠上帝的人，我要带着这样的使命感，用我的信心嫁到他们家去。那谁能拦得住他呀？谁也拦不住安吉拉。那么安吉拉的这篇啊，这个话呢，就怎么传怎么就传到了谁的耳朵里？传到了婆婆的耳朵里。他说。在结婚见面礼的那一天，婆婆就说：“听说你要想改变我，那么走着瞧吧，看看是你赢还是我赢。”那么安吉拉对她再好，那么婆婆呢刁难她啊，使她难堪。啊，大概六个月以后呢，这安吉拉也没办法了。投降了。포기하면서안젤라는무엇을느낀거요？那么，在这一瞬间，安吉拉感到了什么？感到了罪责感。他深深的自责。사실상식적으로볼때는그시어머니가뭐너무너무나쁜시어머니那么从我们的人之常情来看，是婆婆的问题，是吧？但是这个心理上的安吉拉呢，啊，是因为我的爱不够，开始自责。多么善良啊，是吧？那么这个安吉拉呢？安吉拉呢，在婆婆之间画了一道界限。那么我能做到的就能到这个线为止。再更多的我就做不了。那么周围的人却不知道，安吉拉的心里已经画了一道界限。谁知道啊？婆婆知道，婆婆能感受到。啊，行动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然后婆婆呢恼羞成怒，开始骂大街，然后血压开始往上顶，然后中风以后突然倒下了。근데못된며느리같은뭐야아那么坏媳妇会怎么说？哎，该活该。但是安吉拉呢，这下可大事不好了。自己的婆婆中风倒下，半身不遂，都是谁造成的？不能讲话了，这一切都是由谁造成的？安吉拉以为是因为自己造成的。安吉拉坐卧不安。如果我对婆婆更好一点的话，婆婆就 不会到这种地步，所以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了。然后他到神父那里，神父那里就忏悔，忏悔都做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 教堂里的神父啊，都认为安吉拉是天使，是吧？如果他把内心的这些不好的念想都倒出来的话，他就想神父们会怎么看我，是吧？自尊心，这样的人自尊心还很强，是吧？所以他就想把所有的问题在自己内心里化解。自尊心强啊，那么还要做一个好人，那么周围呢还有很多精神压力，所以这一切搅在一起啊，就患抑郁症，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寻死啊，这样的人就容易得免疫系统的疾病。来到新起点运动中心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这样情形的人。于是呢，那么过了不长时间，这个安吉拉就慢慢的生病了，他的T淋巴开始发生了对变，开始患风湿性关节炎。我有点跑题了，再漏了一点。那么她的婆婆得了中风以后呢，那么她说我要重新对婆婆尽全力侍奉她。于是她怎么样对婆婆好好做，但是比自己心有余力不足，太累了。因为中风，伺候中风患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是吧？大小便都要伺候到，那么累的挺不住。但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感呢，他就拼命的去做。那生不如死，那么活着就像地狱，那么真的想死这个时候他的 T 淋巴就发生了变质，开始患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婆婆因为中风无法说话，那么安吉拉进来以后，她就在那里张嘴骂，是吧？她说不出声音了，然后就这样出声的骂。那也是多让人难受啊，是吧？给他洗澡的时候，他就这样哇哇哇的骂，生不如死。有一天给他喂饭的时候饭流出了一点，安吉拉给他擦了一下把他的手给咬了，痛得他一下打了婆婆的脸。听到这儿笑得欢的人都是值得怀疑的人啊。婆婆讲不了话呀，被打了一巴掌以后，被儿媳妇打了一巴掌以后，太叫冤了打了婆婆的耳光，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安吉拉来说是十恶不赦的事情，是吧？安吉拉说那我的人生完了，我是个上帝不会再饶恕我这样的女人了他这样自责。那么我在圣那个神父面前没能告解的罪还很多，但是罪加一等。那么打了婆婆耳光的这个罪呢，更无法道出来了。
所以自己就啊苦闷苦闷，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自己苦闷苦闷，然后关节炎呢就变得更加厉害，是吧？啊，这个时候身心疲惫，那么T淋巴就帮着你啊，你想使我就帮你使。那么，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呢啊，有的时候男的真是蠢。那么自己的妻子变得这么一塌糟，一塌糊涂，但是带着妻子呢就到了。当时韩国的医院呢，啊还不是那么太好，所以带他到美国。啊，这家呢很有钱。所以带他啊，大医院啊，有名大夫都找遍了。那么到医院，大夫给你的处方就是啊，杀死 T 淋巴的啊处方。那么杀死 T 淋巴能解决问题吗？不久 ，T 淋巴的攻击还会开始，是吧？所以 T 淋巴被杀死以后，抵抗力越来越越坏，人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结果呢？最后走投无路，就来到了新起点生命运动，和我面对面坐下。我一问以后，那么坐在面前还没说啊，他的额头上已经写着什么啊？我是天使啊，自尊心啊，嗯。所以我说他的心呢、啊、已经是一片灰了，是吧？我问他，你是不是跟婆婆住在一块？他说是。那你一定过得很累。他说我没事儿，还凑合。啊，一点空隙都不留给我。那么医生这样说的话，他说把真心倒出来，是吧？自尊心应该放到一边啊，把自己的苦闷都倒出来，是吧？他说没事，还能将就。啊哈，这个女人啊，自尊心太强。那么回答问她也不会老老实实回答，所以我就一针见血的开门见山的跟她谈起来。我就用了特别的方法办法。我给他看了什么？我给安吉拉看了一段经文，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你要爱你的敌仇人，上帝甚至爱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和恶的人，邪恶的人。啊，安吉拉看到这段经文以后，他说：“哦哦。”那么，安吉拉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赐福那些善良的人，惩罚那些恶的人。他安吉拉认识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他说：“哦。”他这样呆呆地望着我，他说这是梦还是真？所以我又给他看了另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对门徒们，耶稣对门徒讲啊，在最后的晚餐上，就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耶稣与十二门徒一同坐下。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预料到了犹大要出卖耶稣。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可能我身边坐的不是十二弟子，而是十一弟子、十一门徒。啊，耶稣知道犹大要背叛他。但是最后的晚宴里也有犹大的一席，和他们一起一同。耶稣就是这样和光同尘的人。是我真切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一个人要出卖我。耶稣已经预见到了。如果我是这个情形的话，我望着盯着加略犹大会怎么说？
你中一个小家伙要出卖我是吧？咬牙切齿的。哦、我真实的告诉大家，告诉你们，说加略犹大呀，你不要那样做。你现在悬崖勒马、痛改前非还是够的，因为我至今还要爱你。啊，你要放弃你的计划。那么耶稣恳切地向犹大的心灵呼唤犹大的心灵啊，那么门徒们啊充满了忧虑，然后说是我吗？那么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十一个门徒都问是我吗？耶稣说不是。最后剩下的人是谁呀？就是犹大是吧？你们中间有一个人，那么答案明确了吧？如果你是加略犹大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啊，是我。那么加略犹大呢？拉比啊，老师啊，是我吗？啊，脸皮多厚啊，是吧？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扇他一巴掌，是吧？就是你这个坏蛋，脸皮还这么厚，在这里装腔作势。但是耶稣没有啊，你说是就是了。然后耶稣啊，把饼掰开分给弟子们说，这是我的肉体。然后把葡萄汁分开 分到的酒里，说你们喝，你们都喝它。这里包括犹大是吧？这是赦免你们，为了赦免很多人的罪流的我的血，说我要饶恕你们，即便你们背叛我，我也要饶恕你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是饶恕我们所有人的罪的约定。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情形，我会怎么说？你们都喝这个杯吧，犹大，你靠一边站着去。耶稣没有这样，耶稣说你们都喝，这里包括犹大是吧？啊，耶稣这样讲啊，还有点啊，如果耶稣这样说，说你们都喝这吧，犹大你也喝吧，如果这样说的话，也有点心里还有过节是吧？那耶稣说你们都喝吧，他没有区别犹大。那么安吉拉听到我讲到啊圣经以后，他说啊，这就是哑口无言，说我也能喝耶稣的这个饶恕的血吗？当然了，安吉拉，你做了什么坏事？你这样不能饶恕自己？啊，这是我打了婆婆的一个耳光。他说安杰拉你呀、啊、你是上帝啊，你以为上帝不会饶恕你打了婆婆一记耳光是吧？那么你和加略犹大相比，安杰拉坏呢？犹大坏呢？犹大更坏。犹大况且能得到饶恕，那些出卖耶稣的耶稣在他行为以前已经饶恕了他。那么安杰拉你耶稣不会饶恕吗？然后那一瞬间安杰拉开始放声痛哭，这一瞬间就是什么？就是救赎的瞬间，他的病得到医治的瞬间，有一种喜悦在安杰拉心里泉涌。他找没找到活路？找到了生命的活路。这现在没有必要寻死了啊！达纳斯起，安吉拉开始就是说，我们不再有忧愁了，微笑运动、啊、然后吃健康食膳，然后把生命的基础是打好啊，接受生命的气息。T-淋巴会不会恢复正常呢？完全恢复正常。几天以后呢，就开始怎么样？膝盖不疼了啊，不用服药了。啊，这不久奉行关节都回到家里以后呢？在没安吉拉不在家的这两个月当中呢，安吉拉啊，那个护士呢，成天
打打这个婆婆。我都맞았말도못하는거。那么说不了，还讲不出来。安吉拉한테는한대밖에안맞았지만。安吉拉只打了他一记耳光，那还是他养他的时候。而这个护士呢，一天呢，不是的事情就拍他，是吧？安吉拉돌아오니까。安吉拉回来以后呢，啊，这个婆婆说：“我的救世主回来了。”啊，看到。安吉拉的眼光呢，婆婆就感受有什么不同。这是我听到李香九博士的讲课的磁带，我听了啊，说脑神经细胞也能恢复健康。你听李香九博士的讲课吧，啊，你要接受生命的气息，然后给他健康也是实善，然后给婆婆进行新起点啊生活的运动，然后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开始讲话，啊，是不是奇迹？生命的奇迹再一次啊上演了。新起点生命运动就是这样，再一次缔造了现代医学无法缔造的生命的奇迹。啊，大家来到这里一定要信靠创造主，创造生命的创造主。다같이일어나셔서뉴스타트해보세요힘차게부르시겠습니다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뉴스타트해보세요해보세요건강식을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건강식을해보세요운동을해보세요운동을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운동을해보세요마시세요맑은공기마시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맑은공기마시세요세요햇빛은발소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햇빛은발소이세요결제를해보세요결제를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절제를해보세요공기마시세요맑은공기마시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맑은공기마시세요휴식을해보세요휴식을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지났죠7시반강의가있고요자식사맛있게하시고요오늘저녁부터는먼저오셔서회복되신선배님들의회복이야기가진행이되겠습니다식사그렇다고너무급하게잡수시지마시고맛있게꼭꼭씹어서잡수시고7시30분에다시뵙도록하겠습니다
언제 한다고?